那有在这边哈，我的这个伙伴啊，因为这个也是我第一个找到他的见证，非常惊震撼，震撼到我不相信的哈。为什么呢？只有2杯就解决他的10多年的问题。那这一位仁兄，我请他出来好不好？好，我们有请 Desmond 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证，好不好？来，Desmond。哎，大家好，大家好，看得到我吗？有，有看到哈？哦，我就是 Desmond 啊。很感谢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哦，当然我也是很感谢 REJ 这个大家庭，还有我们的这个泰和芝麻有限公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讲我的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因为平时我都一直觉得自己本身也是挺健康的，怎么样健康呢？能走能跳能吃能睡，应该很多人都认为他自己本身这样子就是叫做健康啊，同意吗？可是其实哦，在这个健康的这个时间里面哦，我都有一个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嗅觉，可能很多人会说没有嗅觉没有东西的，OK 呀，并不会影响到很大嘛，对吗？但是这个没有嗅觉里面，可能你们会觉得是说，只是吃东西没有什么味道，可能比较淡一点，嗅的东西也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嗅觉没有掉，我也不以为意，就是因为这10多年来。都已经渐渐的失去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对吧？可是，当然，当你失去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当你拥有回来的时候，原来你才发现到，哎，原来有嗅觉是那么棒的哦。我很感谢哦，今天的这个 Derek 这个分享这个产品的这一个我的领导人，我的介绍人。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在10月、11月，这个 Derek 就已经一直在找我喝茶聊天，可是我都是很抗拒因为在 MCO 期间里面，大家也是已经失去了跟原有的一些动力在我们的这个收入里面还是什么都好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可能很多人都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会找上我们的话，可能会说，哎，这个是不是保险就是直销，再不然的话就是应该是 money game，对吗？当然我也是很抗拒，我抗拒什么呢？因为我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我受伤很深，从有到没有的那种感觉，所以还好Daddy 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一个朋友。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朋友的话，是你们的福气。绝对是你们夫妻。如果他每天都不耐其烦，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给你们一些 Zoom 的会议，或者一些微信的会议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你的夫妻。你有缘能够接触到这一个今天的这个太和之水滴，真的是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夫妻哦。OK，当然能够喝上这个好水才是真正的福分。在这段时间里面，这2个月我是在抗拒他的时候，当我答应他一个这么有耐心的一个朋友想要找我喝茶，我答应他的时候，我给这个机会他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原来我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我还告诉他，你找我可以，但是你一个人来就好。通常都是一大班的嘛，对吗？MCO 啊，还也好，是什么都好，在 restaurant 里面有人找你。些商机想要分享给你的话，都是一大半的。我不说一个人，我们条件就是你一个，我也一个，好不好？在这个喝茶的过程里面，他就告诉我，哎，有一个6G 的科技，科技非常了不起，又怎样怎样怎样，巴拉巴拉巴拉的。当然，存在的就是半信半疑嘛。我很高兴，我喝完我的那一杯茶的时候，他竟然帮我去洗杯子，然后问我。我可以请你喝我的水吗？哈，那当然啦，有水喝就喝嘛，对不对？只要 restaurant 呢，不要吵就好了嘛，喝他的水要钱，喝我们水是免费的嘛。怎么知道？就是这2杯之后，我也不在意，
哦，我只听说过一个叫太和子的这样子的东西。当然这几天里面我都是一直在网上会有去 research，哦，我不是一个听了之后就把东西给放一边的人，我会去做 research， 我会上网去找，我甚至上 Dropy， 我甚至去淘宝，哦，我还上去阿里巴巴找什么呢？找太和子的产品，哦，我要知道它到底太和子是什么东西嘛，有些什么产品在市面上嘛，可能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在做这样的动作，哦，OK。 当然那个期间里面过了三天之后，哦，我的其中一个伙伴，因为我们经常有做直播在 MCO 期间里面，然后他在煎炸的那个八旺啊，那个洋葱的时候，它的味道是很呛的，有没有？我已经连续应该有半年的时间里面，哦，都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哦，有八旺的味道的环境里面，可是我都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哦，因为在煮东西吃嘛，啊，就突然间我就说，哎，你在煮什么？今天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呛？我爸呢，就是那种眼神就看着我，你在讲什么？你在问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呛？我一个星期里面最少四天五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今天会问我一个这样白痴的问题？有没有？当然，在那个期间里面，哦，我又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会嗅到这个味道？为什么？哦，过后就回想我们坐下来在吃我们的东西，都是回想，会不会三天前哦 ，Daddy 给我喝的那两杯水，让我的嗅觉回来，哇，你知道吗？当时的我就是赶快去找肥皂来嗅啦，洗碗剂来嗅啦，桌上的所有的食物都拿来嗅一下，你懂吗？当你有那个嗅觉回来的时候，你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味，非常的舒服，哦，那当天的胃口非常好的，所以你看。哦，很多人很多时候他们在慢慢的失去某一些健康的时候，他不以为意，当他的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他慢慢走路越来越不能走，越来越痛的时候，他也不以为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其实这个是一种失去健康的一种征兆。对我来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哦，能走能吃能跳能睡的一个人嘛，可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前前后后在一月份，我请了这台水仪回来的时候，我喝了到现在刚好满三个月的时间，我才发现到，哎，啊，昨天 Daddy 找我嘛，你可以做我的见证吗？做我的见证吗？做见证，我好像没有什么见证可以给你嘞，我做什么见证啊？我上去应该讲些什么？可是后来我就拿一张纸来写的时候，我发现到原来我的见证并不少，哎，哦，所以我来练一练我的见证给大家看。对一个能走能跳能走能睡能吃的一个人，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健康？有时候问回我们自己本身，你是不是真的很健康？在这里我看到是什么？我的嗅觉是第一个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们也看到我的一头白发，我放靠近一点给你们看，哦，我有一头白发。哦，Daddy， 你可以 share 一下那个 screen 给我吗？让我去把我的白头发给放出来，可以吗？那它就是你的 screen 了了。哦，已经是我的 screen 了吗？你好，哦，OK， 这个就是我的头发。哦，在一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去把我的头发给剪了。哦，你们可以看得到我旁边是那么的白。我头顶上前面的那一撮就是那么的白，有没有看到？哦，在我一月十二号才开始在喝这个太和子水，已经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因为这剪来是为了想接近要过年了，啊，就随便去剪一下是什么之类的。去了四月三号，就是今天刚刚我把我的头发给拍上来，就是为了让大家去见证我的头发，哦，诶，原来我的头发跟之前的差别，哦，就是那么的大，有吗？你们都看到吗？哦，大概接近三个月时间里面，我从18%的黑头发变成今天的大概有20%到30%的黑发，你们觉得 OK 吗？可能在线有些人会说，哎，
并没有很多，并没有很多哈。如果是黑道玩的时候才告诉我好不好啊？黑道玩才是叫做见证嘛。哦，现在这个情况不算是见证，可能是说要求很高，只是增加了一些些。但是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这样子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是个白头发的人，你家的水喝了那么多年，有让你的黑头发增加吗？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哈。而今天我所喝的水，都是因为经过太和之水仪的照射之后，给到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觉得不需要黑到完，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棒了，同意吗？哦，我可以给你们看看现场的哈，现场的 ，OK 啊，在灯光的照射下，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自己也看不到自己本身。啊，除了这一个，还有就是我的这个黑斑的问题哦，脸上。我其实我之前我一直在做直播都不敢上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是化妆的一些直播，我自己本身我并不敢上镜，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颜色适合我的皮肤，没有一个好的颜色适合我自己本身的皮肤啊？怎么了？我的 screen 有问题吗？哦，没有嘞。哦 ，OK， 哦，原来我的 screen 有问题啊。好的，我就把它放成这样子，好不好？OK， 所以我的肤色也因为这个水哦，太和之水的喷之下，还有喝的情况之下，让我的脸色红润起来哦，整个的嘴唇现在已经开始泛红了，以前是非常深的颜色哈、哦、，OK， 已经慢慢的变淡了，所以我们在想嘛，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经过照射能够照到这样子、哦、还有就是我的、啊、我也是有皮肤病的，也是很好久了，我都是用这一个内部指纹来去查我的手跟我的脚，我有湿疹的问题，我相信在线的这200多个人里面、哦、应该有好多人都有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同意吗、哦、但是你们知道吗，今天我的手我可以给你们看、哦、我的手这个是就是以前留下来的一些伤疤哈，这三个月来，让我的皮肤已经慢慢变为好了，而且已经完全的干了哦，慢慢的在修复，就是因为经过这个太和子的照射之后，我喝的还是家里的水，可是以往过去那么多年来，我喝的水并不能够对我的皮肤造成任何的帮助，所以你看，今天就是我的见证在这里。当然还有，其实男人嘛，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前列腺的问题，还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会生食，哦，也就等于说，有结石的问题，同意吗？那我跟你们告诉你们哦，如果你们家里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你们敢给他喝哦。今天的我们太和之水经过照射之后啊、哦，它的粘稠度是很低的。昨天我听到一个见证。哦、在小便的过程里面把石头给小出来，我不懂他痛不痛、欸、我真的不懂他痛不痛，他告诉我们大家他有一个 cm 的石头小出来，可是、哦、我喝了这个太和之水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曾经有3天的时间我的尿道是痛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痛，可能对一般是来讲，可能会喝到会痛的话，可能他会担心，还是会害怕。可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今天我在小便的时候，在小解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应该里面有什么东西想要出来，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就痛了2天到3天的时间里面，至今为止，我已经去到第3个月了。完全没有这方面问题，而且小便是非常非常通畅的，非常的通畅，所以我是感到是非常的开心。OK， 好了，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有一些人、哦、身上会有一些味道，尤其是流汗了之后，可能有一些狐臭味，或者是体味比较重，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情况？而在我身上就会有了啊！不要看我这样靓仔，其实我身上会有不好的味道。哈 ，OK， 哦，这个是开玩笑了 ，OK， 哦 ，OK。
身上的味道，流汗之后的那个味道很重。可是今天我喝了这个太和之水之后，我连我自己嘎拉杯我都去嗅了，我都觉得它是香的。OK， 太和之水就是什么都能够做到，对吗？好像是非常的神奇哦。可能你会有个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们有看到吗？那些洗肾病人哦，肾脏出问题的人，他是在一夜之间出现肾脏的问题吗？我在问大家。其实应该不是哦，在那之前里面，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个症兆。什么症兆？就是还小便的时候出现尿蛋白，哦，也就等于说血毒症的那一些尿毒症啊，哦，尿毒症其实就是肾病的意思哦。我本身就是有尿蛋白的一个问题哦，每次小便我都会 check 我的尿的哦，我就算是去大号我都会去 check 我的粪便的一个人哦，我都会经常会看的，我都会去检查的。我本身就有蛋白流失的一个问题 ，OK。可是这几个月来喝了这个太和之水之后，我发现到我小便之后，我的泡沫很容易散去，我冲了水就完全看不到尿蛋白存在，也就等于说不再有那个泡沫的存在。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太和之水所给我带来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健康。所以你说一个人真的是健康吗？我不知道，只是还没有呈现出很严重的问题出现给我们啊。不是躺着才叫做生病。我的介绍人曾经有跟我讲过哈，他的其中一个 prospect 就告诉他，我并没有病，我吃的只是糖尿病的药，高血压的。病人通常是躺在床上的才叫做病人。我们是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挺经典的，是不是？你们自己非常清楚哦，是不是真的躺在床上的人才是叫做病人呢？啊，在这里我当然是同意另外一种说法哈。OK， 当然你们自己本身会有个答案。哎，真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都是只有我自己本身在喝吗？啊，不是，肯定不是哦。我接触了这个太和之水之后，我用最短的时间里面想尽办法挤牙膏，挤什么都好啦，总之是东臭西臭的那种情况之下，把这太和之请回家。是因为我知道今天一台太和之水仪4500块，如果可以给我用上5年，不要说10年，用上个5年，可以让我的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都能够喝上这个好水，能够解决掉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小毛病、老毛病或者亚健康的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请了回来哦。OK， 当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家里人喝。我的太太有便秘的问题，我孩子最小的12岁也是有便秘的问题。应该是说在一个星期里面就把他的问题给改善了，所以我很感激这个太和之水哦。OK， 啊，除了这个，还有就是我父亲也是有前列腺的问题，今天我还跟他通了一个电话，我还顺便问他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哦，他说还有继续在洗，因为他有眼膜的问题。你看，他说其中一只眼睛看东西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没有说很辛苦看东西很蒙的一个状态哦。OK， 还有就是前列腺的问题，现在刚刚我打电话给他说他说他上厕所哦，哎，上厕所，那么你前列腺问题怎么样啦？我就向着他哈，OK 嘞，最近哦都可以忍尿嘞，不用说哦尿急就马上要冲厕所的那种，差不多要流出来的那种感觉，哎。一个80岁的人，有前列腺问题，有眼膜的问题，也得到改善了。啊，他并没有吃任何的保健产品，就是听我的话，乖乖的喝。以前我给过他吃一些保健产品，可是他都是很抗拒，不懂是心痛那个钱还是什么的。所以今天我很感激这个这样子一个太和之水能够
来到我们的眼前。我希望在线的所有的人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感触。除了这个我家里人呢，就是还有一个我太太的一个朋友啊，整80岁的一个阿哥。那一天跟他们喝茶的时候，我刚认识他不久，因为我太太一直有拿水给他喝，拿着我们的水衣 scanner 那个水，他说他会继续喝我们的水，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有 13.5 那么高，每天煮了我们的太和之水，带着一瓶出门，大概500ml 不到1L的情况之下，在喝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从 13.5 掉到 5.5， 所以这个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个问题，对吗？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就是我的其中一个partner也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大家庭 REJ 大家庭里面，就是他停经了半年，52岁停经半年，喝了我们的第一个月的太和之水过后，他的月经重新来了。那么可能有些人会很害怕，可是在我的感官里面也是跟他的解释告诉他，一个人妇女会停经是因为她的身体老了，而不是她年龄老了，是身体老化了，所以出现停经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你的月经会来回，是因为她告诉你你的身体年轻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不用去担心或者是害怕停经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但是却是表示身体老化的一种症状。如果喝了太和之水，能够让你的月经重新再来，哪怕是停了2年还是3年，那么恭喜你，恭喜你哈。OK， 好了，还有就是，当然我也是除了这一个，还有一些老太太90岁不能吃不能喝，吃了很昂贵的保健产品，也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可是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可以从11点睡到5点不用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就一直上厕所也就等于说他泌尿的一个问题，泌尿科就是等于说他不需要一直有频尿的一个问题，也能够在一个月时间里面得到一个这样的改善，能够一觉到天亮，所以有些是值得我们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对吗 ？OK， 好了，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一个老板出现，因为经常烫面卖果条的，整天抓着东西一直在摇出现了弹弓手，你懂什么叫弹弓手吗？也就等于说我老婆的大姐也是一样，当你的手指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当你打开你会很痛，也就是关节炎的一种 OK， 能够再喝一桶水，其中一个只喝了2天的情况之下，能够很自由的打开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和之水能帮到他，应该是说我们 Derek 所讲的太和之水它不能够拿来医病，但是我们全身的器官个别都有自己本身的细胞，当我们每一个的器官的细胞都能够在做到自我修复的时候，那么我们器官就健康。当我们所有的器官都处在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上的所有的小毛病老毛病都会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所以如果你们太心急希望2-3天就有效果的话，太和之水可能帮不到你，不过请给自己本身一个时间1-3个月时间里面可以改变很大，真正如果需要的话是半年，因为我们身上的器官某一些器官需要180天来修复这是我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所学到的我们的器官某一些器官需要180天的时间的修复，也就是半年，请给自己本身一个时间好不好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线上里面能够听到你们自己本身想要的一些答案我的小弟的分享就到这里，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是讲了太多，讲了太久了，对吗？哦 ，OK， 那么我把我的棒子再交回给我的介绍人，好不好？哦 ，Derek，、来，请接手，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Desmond 哦 ，Thank you， 因为刚才技术上的问题看不到哈、哦，我放一下手机哈，给大家看，这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白头发啊、哦，然后啊，开始慢慢变黑啊，现在更黑了啊、哦！昨天看到他更黑了，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讲，喂，你在染白发啊？这样这么硬啊？哦、真的是很白啊、哦！所以再次感恩他啊、哦，也给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来相信这个太和之。好，第二个分享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嗯阿西哦，是吗？是叫嗯阿西对不对 ？OK， 有在吗？嗯阿西。在 OK， 来把棒子交给你哦。好的。Hello， 大家晚上好。好。看得到我吗？看得到。哦。我本身呢的见证，我是时常有分享啦，我就是简单的带过哈。我本人呢是。2019年的11月接触到这个产品，也是要感谢公司出到这样好的产品给我们使用，我们真有福气啊！首先我要该这很感恩那个雪莉把这样好的产品介绍给我。Hello。还有我本身喝了那个太和之水嘞，我之前我本身是有胃胀风的，然后十多年不曾好过啊，十多年不曾好过啦，然后来 Madam 再按多一次，因为刚才有嘈杂声。Miss 嗯阿西，来自己 unmute 一下，因为刚才有嘈杂声。你的左下角有一个麦克风了，左边。啊，对了。OK， 来。我本身呢就是十多年前我就是有胃有问题啊，时常都是很痛啊，瓶瓶罐罐都买了很多，不曾好过，就是暂时好啊，多三两天又再倒回来，自从我喝了太和之水到现在完全改善啊。还有就是我本身呢，就是脚也是时常抽筋啊，睡到半夜时常都是被那个脚抽筋吵醒啊，到现在也是完全都康复了。啊，像我的本人的见证，我就这样带过。然后我目前哦有蛮多见证啊，那个朋友他们喝好了。有一个他就是不自己本身他的景象就是不能怎样转，结果他喝了太和之水、哦、到目前、啊、他讲不曾有这样的现象过，每次一痛起来好像不能转 他就会痛到头上去，每次一痛起来都要服用那个止痛药，他讲说他喝到现在不曾有痛过，所以他那边呢也跟我介绍了蛮多，他也很感恩讲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是太棒了。还有他自己本身他是喝好，然后他就是跟大量的跟人家分享，他现在、哦、才过年后到现在了，他就是一直可以讲说每天都是有一些单啦，最多都有到4台，
然后最少都有两台三台，这样每一天都是有一些单这样哦，都会在爆单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太太本身呢是不能蹲下去的，他的肚子那边就是好像很痛啊，卡着这样，也是十多年了。他吃到什么药，涂到什么药都不能好。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叫他要运动，所以他喝了我们的太和之水，到现在完全可以好了。他也是有先给我了，不是他自己本人，他讲说他不敢分享，他的先生有大概讲了他，我有他的讲了，不过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也是没有先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本身原本是不能蹲，现在啊喝了一个多月，现在完全可以蹲住了。他讲说每次蹲要怎样蹲都蹲不下，到现在完全也康复了。还有目前有一个那个见证，就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中风了，他的手脚都不灵活的那一种啦。他的眼睛呢，就是卡住那边了，不能动的。结果他喝了两天哦，他的眼睛结果可以动了。所以哦，我们的太和之水真正的是太神奇了。看啊，我们线上的线下有谁还没有喝到太和之水哦？大家都要去尝试去喝，因为我们的太和之水是太好了，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我们有喝，都有很好的功效。好，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啊，非常棒，非常棒哦，阿西哈。哦，所以你看，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它就可以改善你所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哈。所以保健品也是有吃，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保健品不好，只是它的分子还不够细，所以无法把这么好的营养带进你的细胞。哦，好，来，我们再请多另外一个分享者好吗？啊，就是Lilian有在吗 ？Lilian Lim。啊，在。你们看。啊，来，把棒子借给你了。好，我是Lilian。来自吉隆坡旧法登陆，我因为这个认识这个太和之嘞，是我要谢谢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我的贵人啦，可以说也是我的导师，因为他帮我很多，而且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公司所有的人，陈总李总还有梁总，他们的一直帮忙。因为认识这个太和之啊，是因为我这个好朋友他也是 Shirley Dan， 他就是当时他就是跟我讲了这个产品，我也是不认同啦，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他之前早这个产品还没有来，是一直跟我讲的，但是我就是当作应酬他，只是陪他笑笑。过后他从朋友口中知道我已经病了，而且知道我病了一个多月，那时我也不知道我什么病，我只知道我整个人迷迷糊糊，四肢无力，就是偶尔会吐一下拉肚子，也没有胃口吃东西，而且又一直发烧，又全身骨头痛。所以舍利就从我朋友口中知道我病了整一个多月，医生也看完了，药也吃完了，还是不会好。后来他就我还记得那时是晚上，他就打电话，他说丽燕，我来送水给你。我就想尽了办法，想尽了一切的借口拒绝他，哪里知道他就是一直跟我讲啊，最后一句他还很坚持，幸好他是坚持。他就说丽燕，我是来送水给你，我是来救你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就这样OK 咯，就让他来咯。但是这个水是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只是喝了一天啊，第二天我就可以下床了，而且我就很有胃口啊，我说我饿了要找东西吃，
那你知道我这样就是你说这样你继续再喝，继续再喝下去，他叫我喝多多，我喝到六厘的八厘的，我这样两三天里面我就整个人完全好到完。所以真的很感恩雪莉丹，他不单只帮到了我的健康，他还帮到我的全家人，我身边的亲朋戚友，真的感恩他。而且认识这个太赫兹，不单只帮到健康，还帮助了我们那时 MCO 啊，很多人的经济都改善了。所以我第一次做这个太赫兹做得非常开心，因为没有压力，很自由的，而且不用去一直求人家买东西，好像很可怜这样。因为可能一直喝这个水的缘故，有那个能量和福报，我的生意都是自己找上门的，可能我也是不会驾车了，所以我的朋友他们都是自己找上我，或者是在电话联络了，就是这样给我买，一直买，买到我莫名其妙的赚了一笔，也莫名其妙的生计了，我也不知道。是舍利每次有来跟我分享，哎，你赚钱了，赚钱了，就是这样。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见证，是我的小女儿，她那是在小学的时候，她就有那个度，现在她都20岁两个月，这样她完全不用。真的，这个太赫兹水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流。她不单只帮了我，还有我很多朋友自闭症啊、三高啊、猝头啊。还有很多的也慢慢的改善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我本身还有一个最困扰我很几年4-5年了，那个是我的富贵手，那时我也是看了很多医生，而且那个手啊就一直爆，他自己爆了嘞，又红又肿又敏感，我什么工都做不到，连洗头穿衣也非常的辛苦，而且我晚晚都要擦药，因为他一直传到我的手臂，我每晚都要戴着手套，所以4-5年来啊，那种折磨啊，一直戴着手套，感觉到很热，不能呼吸。而且我查了那个药有那个 steroid 啊，所以变到我的手很干很皱。我的朋友说啊，丽艳，你的手比我婆婆80岁还要丑还要皱。那时我自己看了，我真的遇到朋友我都不敢跟人家握手，真的太难看了。而且我什么药也查了，什么都试了，而且我痒到入骨已经忍无可忍，我就开那个热水壶最高的 maximum 最高了，我就拿来烫，我每天就是这样烫，烫到我的手已经变黑了，细胞给我烫死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有时我真的难受不到，我真的想砍掉我的手。后来我舍利就叫我拿来泡手，我就那时我又很懒惰了，要乖乖坐住，但是那时痒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这样一泡，哎，马上止痒，这个水太神奇了，这样我一泡了呢它就止痒，我就这样 OK 乖乖45分钟泡到第二天没有痒过，所以我就连续泡了4-5天，我的4-5年的问题就这样几天就解决了，我也省了很多钱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水真的太好太特别，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讲多认识多听一下，如果人家有跟你们讲这个水，希望你们可以接受，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因为做了这个水，我们不但跟那些朋友都有那种亲切感，而且他们每次都会感谢感恩你，所以真的做了非常的开心。谢谢，我分享到这里。谢谢丽莲啊，这个是丽莲的手，因为看到吗，裂到很勾裂啊，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把它放在那个电脑啊，所以 OK， 所以现在呢、okay. 现在呢这么漂亮了啊，可以跟他握手了啊，可以跟他握手了啊，可以握手，对对对。OK， 好，谢谢，说谢谢以上三位分享者哈、哦。那在线上的不晓得现在还有多少个人呢、啊？190多个人哦，也谢谢大家。
还留到现在，证明你们对健康很有这个意识哈。来，想问一下线上的人，看有谁想要分享他的见证，或者是有些什么疑问吗？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有吗？还是线上有些其他的见证的，或者是有疑问的？因为刚才有一个啊，来，我是 Annie 啊。Annie 来自哪里？我不开屏幕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是要告诉大家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柔佛州一个小高峰。然后我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在冲凉啊，然后我不小心把那个液体啊，那个冲凉的液体啊，那个宣布啦，碰到自己的眼睛，然后当时我的眼睛就是打不开，很辣很辣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想到说，哎，我的梳妆台有一瓶那个喷瓶啊，我就拿它来喷喷，大概一直喷一直喷，那个眼睛不敢打开，很辣就对了，然后一直喷一直喷，喷到差不多有十分钟啊，他的眼睛才开始可以慢慢的打开。然后就是说他能够把他的那个毒素啊，给那个肥皂的毒素给洗掉去。过后我有检查到我的眼睛，就是说眼睛是有点红肿，可是到了傍晚冲凉的时候，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发现到我的眼睛已经恢复像平常一样了，没有那个痛的感觉，也没有红肿了。很感谢泰和兹公司给我们喝这么好的水，给我们用了这么好的水，感谢。好的，谢谢 Annie， 谢谢 Annie。